就那个我一直都不太会那个力气的控制，爆发力我一直都没有，就也希望这次来能和各位老师学习。这次应该是有些技巧的，你需要哪位主理人跟你示范一下？想要赞多老师。好，可以的。啊？他没有理解你说的话。对，怎么示范？怎么示范让他看起来更有力？更有力。是他想让你教他。啊，好好好。赞多老师没听懂，赞多老师没听懂。上当应该说对。比如你的中心的那个 hip hop 的 part， 是你 hip hop 的部分，可以跳给他看一下吗？什么动作 ？Boom， break down。OK OK， enough。Boom 的时候的那个用力怎么加力度，是 boom 的一件是很重要的。比如我喜欢拳击，如果这样的人是没有力度，对吧？这样的人是可能 boom， 对不对？试一下那个 boom 的那个 boom 的，对吧？蹦的，再蹦过，蹦的，哎。